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胡辣椒杂碎安逸不？做杂碎，凉拌菜，现做现饭。今年的新辣子哦，想吃的来搞点试哈。下个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想蹭点肉吃，肠子都生锈了。你们看，我们家这个麻辣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椒、新花椒做出来嘞，又麻又辣，巴适得很。像这种白肉，在我们家做胡辣椒面啊，只有我们泸州人吃得来，其他地方老乡噻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。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作为四川人的我啊，吃猪脚还是要配上一碗柴火胡辣椒面，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灵魂所在之处。